今天是我生日变态的935天，今年我们到了食品街走，来吃吧，酱串串，牛骨来两个，蔬菜来两个，土豆两个，后边来两个，面筋来一个，罐来一个，鸡蛋虫蛋再来，再来两串肥肉，再来两串生菜，香锅，一共花了40块钱，串串熟了，出锅，有没有你们想吃的？猜猜你们，先来口牛肚，再买这个芝麻酱和这个辣椒，太满足了，一口下去，快点，再来个鹌鹑蛋，这个鹌鹑蛋好吃，这个猪耳，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香锅。这个是白肉，我白肉，超好吃的麻酱串串，你们喜欢吗？记得一定要锁定我站，最后来一口。这个是生菜，吃的饱饱的，准备回家。我的大耳环好看吗？基本上是两种人，一种是看的，一种是拍的。我先对拍的说两句，一定要坚持。肯定会有一个段子让放假倒计时36小时，再来盒海鲜大卡，走你！北京粉一包，搞一头；蔬菜包一包，土豆片、藕片、海带、木耳、竹笋、金针菇、二花甲，搞一头。烤肉腊肠搞里头，火锅豆芽搞里头，穷带菜啊，这可不是蚂蚁啊，穷带菜搞里头，大包蟹肉鱼丸虾搞里头，有底料搞里头，再加入我昨晚的洗澡水，再给你们拆一箱食品面包。我操！Hello， 早上好，姐妹们，今天要出门了，点了个鲍鱼饭，到火车站了，路上都没啥人，开始享受我的鲍鱼饭，份米饭，这个是鲍鱼汤，这个鲍鱼饭是花了43块，饭还送了一个碗，送了一个勺子。我在边吃的时候，先把这个鲍鱼，然后先把这个饭泡在这个里面，行，然后拌起来，先来一口吃一个鲍鱼，妈呀，这也太迷你了吧！我操！姐妹们，今天是我吃路边摊的970天啦！我正吃970天，隐私了3000多个作品。姐姐，你可以吃20人的大串，我让520个人关注你。妈呀，不用说520个，哪怕有5个人关注我，我都得去吃呀！走，咱们来吃步行街最好吃的大串。买两个蟹排，一个鱼丸，一个鱼豆腐，一个素鸡，再土豆，一个茄子，再一个金针菇蘑菇豆角，再一个鸡排，22块钱。老板给我打个折，正好20块钱。20块钱，说好了，就问你们馋不馋，找弟弟一起去分享。妈呀，我没点鱿鱼呀，老板要送我了。老板，谢谢啊。鱿鱼好吃，脆皮的梅花香，太有才了！好，两个鸡排，我最爱的大豆角，豆角，还有炸蘑菇必须推荐，炸茄子一定要打卡啊！太好吃了，谁点的炸串？记得让520个人关注我，谢谢。炸串，再来杯蜜雪冰城。好了，打包回饮料回家。吃完炸串，来一大口这个圣诞。啊，太爽了，姐妹们！关注我，明年继续吃路边摊。